一切的风雨过后，高雄会出现蓝天白云，然后高雄会往光明，然后往更好的方向去走。这张照片，他觉得这张照片给大家感觉是很亲民，好、哦，然后很自然。他自己还常常开玩笑说把他拍得很帅。所以其实这两天，包括家属，包括我们在帮他制作一些布置的时候，我们就马上就想到这张照片。灵堂也是用这一张吗？灵堂里面也是这张照片。那蓝白相间的这个布置大概是什么样的想法这样的概念？我想希望说一切的风雨过后，高雄会出现蓝天白云，然后高雄会往光明，然后往更好的方向去走。市长在里面待了蛮久的时间呢，主要是在安抚家属的情绪。没有，其实我们侧边看到市长他坐在椅子上就是沉默，然后就是临时那个灵堂，就是排位这样照片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我发现今天即使已经发生了第三天了，我就发现市长的心情还是非常的，看得出来还是很沉痛。就是在跟议长上完香之后，他有跟去跟许议长夫人，当然就是致意。那有一段致意的那个过程之后，他就回到位置上面，然后他就是一直坐在那里，那其实也没有跟任何人有太多的讲话。